购买房产和销售房产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尤其是谈及到文书准备，双方必须准备大量的文件来完成合法的程序。但是在 Lion 的帮助下，这一切都变得简单。一旦您选择 Lion， 我们会帮您做好所有的事，从最开始到最终端，毫无困难。为了使这个过程简单化，我们需要一些文件来完成这个程序。对于个人买家，我们需要您的护照复印件和签署的买家合同。在代表性情况下，由迪拜公证人或由阿联酋大使馆和该国外交部正式证明的另一个国家公证人签发的 POA。 如果买家是单个公司，我们会要求您的贸易许可证、业主护照、迪拜公证人签发的授权书、律师的护照、签署的买方协议和他们相应的副本。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贸易许可证、缔约方和比率页面、组织大纲证书、迪拜公证人签发的授权书、律师的护照和签署的买方协议，这些都是需要的。如果买方公司是一家离岸公司，公司注册证、良好声誉证明、存续证明，这些都需要。除了这些之外，还需要组织章程大纲和公司章程、迪拜公证人签发的授权书、律师的护照和签署的买方协议。 Lion 创新型房产服务。